典家常菜健康大改造。今日茄盒来报道。羊不过油吗？羊的太咸了。传统茄盒外酥里嫩，软嫩滑多汁儿。肉馅淀粉糊有何讲究？和成这样的糊就可以了，很细腻，很丝滑。改良茄盒大不一样。非油炸，低油低脂。挑战我这传统的那费点劲。经典茄盒、改良茄盒齐相聚，本期节目敬请期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呢，依旧是回家吃饭特别节目，经典家常菜健康大改造，既还原一道非常经典的家常菜，又把这道家常菜改良的又营养又健康。那今天呢，我除了我以外啊，还要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好朋友，那就是营养专家陈佩毅陈老师。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哎，那今天呢，我们依旧要改造经典的家常菜。那具体是什么菜呢？我给您加几个形容词，看您能不能猜着哈。首先它是外酥里嫩，菜夹着肉，逢年过节必备的家常菜之一，茄子经典家常菜的做法之一。那必定是茄盒了。太对了。哎呀，还不愧是陈老师哈，这个茄盒啊可以说是我儿时的最爱。但是呢，要把这么好吃的茄盒要改造一下，它还能那么好吃吗？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对茄盒这道菜有什么看法。啊，茄盒什么东西？我不爱吃茄子，真是很好吃，挺好吃的，爱吃，从小吃到大，又有蔬菜又有肉，茄子的营养挺高的，之前我爸爸也给我做过。担心的，偶尔吃应该问题不大，比较容易发胖，肉很腻，油比较大，它油太多了，比较油腻，碳水热量会高一些。要改的话，我希望就是羊不过油吗？不要那太咸了，又好吃又没油，少油，不要放太多油，炸的焦一点，瘦肉片多一点，肉的改素的呗。能看到大家非常喜欢茄盒，但同时啊，也提出了大家各自担心的小问题。但很高兴的是呢，今天有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改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到来的二位好朋友。好，大家好，我来啦。欢迎欢迎欢迎，您好，欢迎欢迎，又见面了。好，大厨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普普啊，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是国家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大家好，我是大厨随破。随大厨，那今天肯定是由您来还原这道传统菜啊。是。那今天呢，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哈，二位呢要分别对对方的口感进行打分。那就由陈老师呢对两道菜的营养进行评分，最后呢看看哪道菜略胜一筹。就是希望给大家推荐更营养更健康更好吃的美食吧。好不好？那这样，首先随大厨您先还原一下咱们传统的经典茄盒。好的，来，崔大厨先给我们分享分享哈，一个传统的茄盒正确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它怎么也是外焦里嫩，色泽金黄，外边是脆的啊，里边茄子加上肉馅，鲜嫩多汁儿，它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相信我，第一个经典之处，那么就是它的馅料，猪肉馅225克，肥瘦相间，软嫩滑多汁儿。对，这都得肥瘦才能行。哎，那么纯精肉，那么是嚼着是柴的。姜末5克，葱花5克，好，然后盐4克，这个我一共是5克盐，5克盐，一会儿那糊了还要放1克，加点水，这个就是它这馅料鲜嫩多汁的一个原因。胡椒粉1克，鸡粉2克，增加鲜香的味道，去掉一些腥味儿，对，马蹄增加一些口感，然后加上一点淀粉3克左右，肉里边加上淀粉之后它预热成熟啊，它表面呢它已经形成一层保护膜了，锁住肉中汁水了，吃了它还能体验到嫩的口感，如果加热的水分就哗全跑掉了，它就柴了。有这么浮夸吗？有，我等着吃哈。经典之处二，
咱们要和一个糊，完成它表皮酥脆又不含很多油的一个经典之处。100克淀粉。众所周知，茄子它的纤维壁是网孔状的，一炸不挂糊，那吸油绝对满满满满的。对，所以说挂糊这一步很关键。当然，再加咱们这一颗盐呢，要放里边啊。这个表皮酥脆呢，油是必须要有的。鸡蛋下锅一炸，大家伙都是呼炸会起泡泡，起泡泡。这个表皮如果没有油来作为介质来让它挺住很长时间的话，你放上一会儿 就软下来，就瘪了。和成这样的糊就可以了。留着一条线，很细腻，很丝滑。那下一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切茄子，然后加茄盒了？加刀片，就是一刀不断，一刀断。这个如果实在切不好的话，就是我妈是选择就直接切两片，然后再这么直接扣在一块儿。我这个必须说一下，我那个方法也不容易露馅，而且还加的特别多。是吗？就不告诉你。哎，行。大约每一个茄盒里边啊，酿的是15克左右。坏，我忘了剩淀粉了。淀粉不够了。必须给一个细节特写，粘不上了。我故意就这么多。不是，那您这都能做完吗？您瞧瞧，就这点淀粉。其实啊，肉馅里边加淀粉，它也是起到粘合的作用。刚才我这都没有抹。哎呀，大厨又给自己找辙了啊！因为刚才往里面放了一些淀粉，所以它肉馅也能起到一些粘合剂的作用。您看我们这个淀粉，剩淀粉大厨也没有用，就用它本身的这个粘合剂，就把两片茄子给粘住。大概炸多久要？高温下去，一会儿回一下锅，炸个1分多钟就行。经典之处三，吃起来不油腻。第一，要把糊挂满。第二，油温合适下去炸。它在那个馅儿的那个开口的那地方啊，沾了点淀粉，这个就保证它那个糊壳不脱，是不是啊？是的。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我看见那个油啊，在肉眼可见的好像少了这么一些。它茄子吸一部分是正常的，一会儿咱回锅的时候，啪，它又吐出来了呢。再有一个，传统版那就得这么多油炸，少了它就要煎，而且它达不到外皮酥脆金黄的那种效果。我一个字儿都不信，一点都不信，一个字儿都不信。咱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吐出来。走着瞧，走着瞧啊。油啊，少了这么一些，有这么浮夸吗？我一个字儿都不信，我等着吃哈、啊。哎，相信我。这个比较紧，这个糊，这个火一定要够，因为啊，油温高的时候下去这个糊，立马它就硬了，就成壳了，油它就进不去了，这也是它不油腻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啊。第三，那么要高油温复炸，让它多余的油脂会吐出来。哎呀，太幸福了这张菜，我觉得现在可以喊过年了。过年喽！经典版的传统炸茄盒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吃，看看是不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哎呀，这个馅儿真的是里边很嫩，然后配上这个马蹄，软糯中带点点脆哈。而且我发现大厨的这道菜啊，比我想象的那个盐的量要淡，对，特别是口感中不咸，很有脆感，外焦里嫩，吃不到什么油，鲜嫩多汁，所有的传统的经典炸茄盒这都做到了，我挺喜欢的这个味道。蒲老师，先从口味上您给打一个分。我呀给了9分，我给10分，我怕大厨骄傲。就是所以有一分的是愣不给。大厨你能理解吧？我能理解，能理解。他想得那10分吗？想得。但是确确实实啊，口味上值得9分啊。哎，那接下来陈老师从营养上是多少分呢？我打一个7分吧。
我打一个七分吧。八分都不给，给了个七分。那我再来说一下这道菜的整体的一个数据哈，我们刚才算了，每100克这个茄盒里面它的能量是246千卡，蛋白质呢是4.1。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低了，脂肪含量是19.4，碳水是14.6，钠盐的含量呢是350毫克。第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肉呢，它脂肪含量确实是稍微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刚才用的这个油确实是不少。通过数据这么一看啊，还确实有点没想到啊，是关键老注重好吃了。哎，对啊，传统版茄盒，锅中放上五花肉，姜末5克，葱花5克，盐4克，胡椒粉1克。鸡粉2克，淀粉3克，马蹄3克，摔打上劲儿备用。制作淀粉糊，碗中放入淀粉100克，一个鸡蛋，盐1克，水3克，油2克，和成流水状备用。锅中热油，将茄子切片，在内侧抹上淀粉，包入制作好的馅料，裹上和好的面糊，炸至金黄即可。在这里，我给大家画个重点，在和至面糊时加入油，使其表皮酥脆。改良版的炸茄盒，非油炸，低油低脂。我们给这茄子啊做一个，我有一个神器。你看，虽然没有大厨的刀工，但是咱们有超越大厨的智慧。改良版的炸茄盒，改良哪些方面呢？非油炸，低油低脂，欢瓤。这个营养咱是没得说，口味呢咱也不差。我先处理一下茄子吧。胡普老师啊，刚才在大厨做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哈，您切茄子的方式和大厨切的不太一样。对，我这个必须说一下，我那个方法也不容易露馅，而且还加的特别多。是吗？就不告诉你。哎，行，现在我看着是不太一样，是感觉大厨呢切2块都没您这1块厚哈。我觉得这样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因为它厚嘛，它肯定吃素的就比较多，肉就比较少，是这么回事吧？对，陈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认为您一会儿还是2片加起来吗？哎呀，我们就不加了，我们给这茄子啊做一个换瓤改良，把它这个挖一个窟窿。哦，那挖窟窿不更容易露馅吗？别着急，别着急，我有一个神器，瓶盖，那就是。哦，你看，虽然没有大厨的刀工，但是咱们有超越大厨的智慧呀、啊！对，他比我切得远。对、啊，生活小妙招这是好手艺。你看，哎，真是很容易，对，操作起来特别快。我们这个菜的改良点一呢，就是由传统的夹茄盒，我们改成了往里填充馅料。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我们茄子的这个面就没有那么多面去接触这个油。接下来我们处理芯儿了啊，我们现在把这个茄子啊都切成了这个丝儿，我们的目的啊是把它的这个结构破坏掉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吸油了，而且呢茄子啊容易出汤，我们小处理一下，在切的时候我们撒一点盐，直接撒在上面就可以了，把它里边的这个汤给杀出来，同时呢破坏它的结构，让它没有那么吸油，因为这个盐呀它会让它的这个细胞壁软化，那么它里面的这个液泡里面的水分就会出来，这个时候呢它那个油就很难再进去了。好，我觉得可以了，能看到茄子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对对对，等这个汤杀出来了以后，我们用手挤掉，基本上盐分都挤掉了，把它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刚刚说了换瓤改良，对吧？那不可能说只换这一个，我们还换了一个里边最核心的馅料，我用的呢是纯纯的瘦牛肉，它呢既保证了它的这个能量，但是热量降低了，同时呢我还搭配了胡萝卜、芹菜，像芹菜它属于这种高纤维的，能够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而且呢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胡萝卜是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对我们的视力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为了让它上劲，我们加5克蛋清。好嘞，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下降了，而且它蛋白质的含量是上去了，100克五花肉里面它的脂肪含量是35.3，能量呢是349，那牛肉呢是25.2，能量呢是332，所以说呢它的整个能量是下降了。对，牛肉呢是120克，芹菜和胡萝卜各15克，一共是150克。这个我们节目组是精益求精，跟我说一定要精确到克数。那我们节目组呢是为了更好的帮大家计算这道菜的热量，所以呢才要求把每个食材都精确到克。我们再加一点蚝油，这是减盐蚝油啊，5克。我是准备了盐的，
一个呢是放在馅料里，还有一个是我们最后的时候调那个面糊的时候我们加一点点。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馅料就差不多 OK 了，我们放在一边让它腌制入味儿。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调一个面糊，我们还用了部分玉米面替代淀粉，我们加起来才有30克。这个玉米面它其实有很多的卵磷脂啊、维生素 E 啊之类的，对吧？其实它是一种粗粮，对，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我觉得它替代淀粉还是可以的。我们刚才那一克盐我们给它放进去，对，是我们改良的第四个点，就是我们用煎替代炸，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油了。好，我们小点火，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茄子圈放进来了。哎，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觉得怎么样？厨师没有这么干的。哦，对啊。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怕它一会儿这个馅儿很容易掉出来，出水是可能性最大的。它很聪明，最起码在低温的程度下茄子不预热，如果茄子预热的话一摁它就裂口了。哦，对，这一点还是比较聪明的。最后一个改良点啊，就是通过刷糊来替代果糊，这样呢减少了碳水。这糊刷的比我涂面膜都薄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保证的是它健康，其次呢我们保证是它的口味，我们不说十全十美，但是这道菜一定能做到十全九美。刷新了我对茄盒的认知度，真的好期待。我太期待了，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啊，我太期待了。等它能动了就说明它底下定型了，翻过来还要用糊。对对对，我们翻过来还要用。我觉得这个茄盒做出来完全是对家人的满满的爱心，因为没有这个爱心是没有这个耐心做的。做这道菜的时候其实可以把皮去掉，去掉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还是把皮保留掉了，因为茄子真的是为数不多的紫色蔬菜，它维生素 P、 维生素 E、 花青素都非常多，所以我是觉得去了有点可惜。明白。改良版的茄盒出锅了。好嘞，我们改良版的茄盒马上开吃啦。我们这道菜还有一个亮点，我们有很多种吃法。如果说你喜欢清淡一点的，我们可以蘸点醋汁儿；如果说你喜欢这种老式的传统菜，可以配我们这个椒盐。它的味道究竟如何，那跟二位也分享一下，尝一尝。我要负责任的说，这个牛肉还真的挺深嫩多汁的，然后嚼起来以后呢，它里面吃到胡萝卜呀、芹菜呀，这个口感很丰富。虽然是薄薄的一层哈，但是这个蛋香味十足，形式也比较新颖，口味呢也没有那么咸，它在我每一个部分上面它都会啪啪啪啪减了很多所谓的不健康的点啊，无论是油脂啊什么碳水啊，它增加了膳食纤维，还对，还有维生素营养，所以说它的创新点还是刷新了我真的我对于茄盒这种认识。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打分的环节了，请隋大厨从口味方面给出一个您的心理分数，是9分、8分还是7分呢？酥脆感还是差一些的，差一些，所以8分没有问题。哎，这是大厨的肯定，但是那个馅料呢，确实。要比那个五花肉那个没有那么香，突出了这个健康的这一点啊，失去了传统茄盒就应该具有那个酥脆香嫩那几个特点，这个确实是。那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陈老师给出一个分数，那是几分呢？给九分。这个肉本身它就有很多这种成纤维的这个物质，你再去加这个蚝油呢其实没有必要，反而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味道，扣一分就是扣在那个蚝油的上面。早知道不放了，早知道不放了。
从能量上面比大厨的这道传统呢肯定提供的能量要低一些。传统版呢总的能量每百克是246，那么改良版是220.4，中间差了差不多有10%。蛋白质呢传统版的是4.1，改良版的是8.8，这翻了一倍有多哈。脂肪呢传统版的呢是19.4，改良版是17.7。碳水传统版的呢是14.6，改良版的是7.3。钠盐呢传统版是350毫克，改良版呢是150.8毫克。那我宣布一下本场的最终比分，大厨的得分是16分，普普的得分是17分。那我宣布我们改良版炸茄盒成功。改良版茄盒，茄子切块，将其掏空，切成丁后加入1克盐，挤干水分放入碗中，加入芹菜、胡萝卜、牛肉末、蛋清、减盐蚝油，放置一旁腌制备用。碗中加入玉米面、淀粉、1个蛋黄，搅拌均匀备用。锅中放油，放入茄子圈，加入制作好的馅料，最后两面刷上面糊，煎至金黄即可。画一个重点，在切茄子的时候加入盐，可以逼出多余的水分，能够更少吸油。那其实在家里啊，我们就希望让家人吃得更健康，所以我觉着我们给大家改良的这种家常菜，也就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思考，给大家多一些的空间，让大家把美食把健康都吃进家里，我们向着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看你那个普普同志的意思，你看一会儿要起哄啊，是吧？什么叫起哄啊？人家是这是什么？这是专业大厨的形象吗？就是大厨刚才说的，好吃的东西才能够传承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炒苦瓜它哪儿好吃了？那不就是因为营养专家老说苦瓜败火吗？所以才吃的。